家好，我是宇恩。今天呢，我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，是李学学。我其实很早以前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之前一直有想要跟洪先生一起来做一个 DIY 手工的，不管戒指啊、手环也好，然后一直没有这个机会。然后现在呢，是因为我们即将在8月20号满6周年，我们想说借这个机会制作一个值得纪念的东西，所以今天就很开心可以来到这个地方。那我们今天进来啊。是关于要做什么样类型的饰品，想了很久很久。然后，因为我们已经挑完了结婚钻戒嘛，就觉得做戒指是不是有点没有必要，因为毕竟都有。但是手环我们两个又戴不住。然后我本来有想要做钥匙圈，但他不想，所以我们后来想说，算了，那就还是做戒指吧。那至于为什么呢，我们就等一下再跟大家说喽。钥匙一样的道理。请问你再说一次？就我要同一款吧。我今天来这里干嘛？这是皮革的，我觉得还蛮漂亮的。但是胡说他不想要开放式的，那可能就会用圈在一起。这个是他们很经典的竖纹的款式，然后他说还有另外一个是海波纹的，然后这就可以自己敲敲打打。嗯，还有这个，算了，说不出话。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选戒指。虽然说我们已经有婚戒了，但是因为我们两个其实之前还没有疫情的时候，我们很喜欢周末去酒吧，然后我们很常会来喝醉，然后就会拉东拉。反正我们一定会有其中一个人喝醉，另外一个就要负责照顾另外一位。然后我们就很常丢东西，所以就很怕就是婚戒如果我们带出去喝酒会不见。我们之前是有协议好，就是如果要出去小酌的话，就是不要带戒指。我们根本不是小酌。反正你们知道意思，所以就想说，那出去的话还是有另外一个戒指可以带着，所以我们就想说今天就来做纪念物品。然后我们平常如果不戴，也可以把它弄成项链的款式。所以我们现在的目标就直接变成喝酒的时候要戴戒指，可以这么说。我们想要做银色的这个木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要请两位先帮我测量一下你的戒围。他其实当初在挑婚戒的时候，他根本没有量我的戒围，他直接去跟对方说我戒围是11。然后对方还说，请问你未婚妻的身高体重？然后讲完，他说他应该不会带到11这么大哦，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他说没关系，松到爆。我们来看一下11多大，这边11，你说中了11，这么松哎、欸，有10吗？后来量完我其实是8才对，他说就是数字或是字母那边要朝自己，然后下面这边真的是一个数字，看到吗？然后可以对在线上，直直的压紧，好，敲下去，只有一次机会，3，坏掉了。那你可以先想一下要敲哪6个字，那电话也不行哎、欸。应该打电话上去了，就是喝醉的时候，请帮我把戒指寄回家去。那现在只能6个字，那怎么办？那就喝6周年。6，不然就是。对。那你们婚戒是什么？求婚日。那好像可以交往经验。这也太平了吧！看到真的把它敲得远。他说就是字母这边要敲自己，我们要做的时候可以画线练习。要敲的时候，我这边字母，这边字母，这边字母对啊。敲上面。要立直，压好压紧，然后敲一下。有哎，哦，第四，哦啦，这个英文字哦。所以我们不是应该先决定那6个字是什么？哦，那个我名字还是我手机密码？谁在意啊？我们本来昨天在想说，如果可以刻中文的话，就刻狐狸兔兔，因为他姓狐，我姓李，他是狐狸，我是兔兔，这样。狐狸 ，S U L I。狐狸。是不稳定。啊，为什么？先送。我是2015，所以是104，差不多，差不多太久了。那104825，对，我想知道。有吗？阿文，你有更好吗？在生日啊。生日干嘛啦？我们是6周年纪念戒。我会觉得想了5小时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后来决定就是在一起那天104820，让我特别不想我的倍数，他因为我要20号在一起。因为他说那一年的820是七夕，我就跟他说：“哎呦，不是七夕，每一年都一样的日期。”他说：“是吗？一样吧。”忘记了。
他说为什么不能多一个？我怎么知道？现在这个是我们等一下要做的戒指，然后它已经做一个软化的状态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用这个把它在上面敲打它的纹路。这戒指叫什么？不记得。一字锤。哦，一字锤。是这样子吗？有啊，有纹路啦。有啊，哇，他说斜斜的会变成一点一点，对，一定要这样子。你是试了一点一点，是不是？对啊。你有障碍、欸。我有障碍。所以这是他要嫌弃中立的原因吗？对。我要把它做坏。哎、欸，你的每一个都是一点一点的、欸，你看我的。哎、欸，你的很强哎、欸。对啊。我要你做的。我要换一条。不能啊！你怎么敲成这样啊？怎么敲成这样啊？经历过台风的事。我想知道是那种比较凌乱的，你很会敲哎、欸！我的副业不怕失业，不对不对，你都会哎，不看差别啊，自己做出自己想要的样子，看一下差别。我想要这样子啊，你想要这样子，你确定？你确定？那我不管你哦、喔。还能帮我修一下？太夸张了吧，这差很多哎、欸！而且你看这个后面这个间距是什么意思？我来帮他拯救一下，我都看不下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会敲在正中间的位置，因为等一下两侧的地方我们会绕圈，然后把多余的金属把它做裁切，然后你们可以直接在上面用奇异笔来画线。直接写数字上去啊？不是吗？不是啊，这很做记号啊！认真，我有记号，我没有边边画这样一条啊！你不是昨天有看其他 YouTube 的影片吗？看了一个晚上，真的没有用。我真的傻眼嘞！老板，听到？听到？不是他直接给我写数字，一点一点是不是？我想要用磕的，是不是？那你等一下，等他干再冲吧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是画记号，对，是画记号。干嘛？现在就是在补一下纹路，然后你边敲，因为我们刚刚做的那个形态会比较小一点点，因为我刚两次拔好嘛，然后我刚做完差不多是在七这边，然后你边敲打补纹路的时候，它就会边掉下来，所以等一下等掉到八的时候就可以停手。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把刚刚焊接的地方就把它磨平一点，才不会有高低落差。我们刚焊的地方在这里，现在就是要用平的这一面去磨它，里面焊接的地方要改用半圆的地方去磨。完成啦！那其实我们刚刚有自行抛光完之后，就是老师会再帮我们做最后一道完全抛光的动作，会让整个戒指看起来更加的亮眼。那大家有看到吗？也就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盒子，它采用木盒的设计，就是我觉得非常有质感。那就是我们以后不拿来装戒指，也可以在家里面装其他的小物等等。然后其实也就是他们这个品牌其实非常强调永续环保的这个概念，像他们可能会跟一些科技厂啊去回收他们的一些电路板，然后来从里头的零件去萃取一
些金属的原物料，然后再进行再生的制作，以及所有的饰品呢，其实都不会经过一些电镀的，所以其实可以更加的环保。那他们其实在这个工作室里的话，在后方有陈列了一些设计师的作品，像是我自己非常喜欢他的小哲学系列。那这个系列呢，就是它很像折纸的感觉，就你远看可能看不出来是什么东西，但其实它会做成像一些动物，比方说鱼啊、螃蟹啊、虾子、青蛙等等的，我觉得非常的可爱。还有就是胡子小姐系列，我个人也非常喜欢。那给大家就是再看一下，就是我们刚刚刻的字呢，就是在里头，我可以看得到。我刚刚刻的就是104年8月20号的这个数字在里头。那我们今天就是做这个戒指的款式嘛，然后我跟大家说，我们除了平常会这样子，就是当戒指来戴之外呢，也可以像就是做成项链。做成项链的样子，然后它其实就是项链的长度啊，或是不同的材质，大家也都可以在自己做选择。那你对于今天一整天的课程，你有什么样的心得感想呢？我觉得整个过程真的是非常的好玩，你可以做出自己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产品，就算你可能有一些有瑕疵的地方，可是那是属于你自己最独特的瑕疵。对，然后又有老师在帮我们修正。对对，老师说他的作品呢是非常的有手工感的，是很漂亮的意思。很会讲话、啊。那其实今天这个体验算是完成我自己人生一个小小的梦想啊，因为一直很希望可以自己来手工做一些属于自己很有纪念性的东西。那今天就是我们做了我们6周年的纪念礼物嘛，所以如果就是各位你们也想要体验这种手工课程的话，其实绝学他们都有开放的课程，大家可以预约来做体验。然后现场如果看到喜欢的视频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做购买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不要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那今天就小心到啦，下次见，拜拜。看看我发现了谁，噠噠，凱莉，希望你有看这支影片。